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的名字是 Rita，你今年几岁？我今年27岁，20几岁？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啊？我在新加坡，新加坡几年啊？3年，3年。还有呢，去哪里工作啊？在台湾3年，在台湾3年了。在台湾照顾什么啊？照顾阿妈。照顾阿妈，阿妈几岁啊？他有没有阿病？妈98，58，有没有病啊？没有，没有病哦。然后嘞，对，有没有帮他什么啊？没有了，超可以，照顾而已啊。他还有会走路吗？怎么？走路，走路要慢慢，慢慢走路。对。然后嘞，还有在哪里工作啊？厨房、扫地，还有在哪里啊？在新加坡、台湾，然哦，后还有去，还有在哪里正经啊？在印尼啊，在在印印尼，尼，印尼几年啊？3年，3年哦，做什么啊？在那边？Jadi saya jadi penjual emas. jaga toko apa ya? Penjual emas. Penjual. Toko. Oh, ini cai mai mai kam naga. Mai go mai mai tong sia. Di toko emas kan, Mbak? Ya, ya. Cina lah, saya nak biar cuci tujuh. 3年。3年哦。对。OK，Mbak，谢谢你。Okay.